看不到你。传道者的脚步也是假的。我在拍 video， 啊不要，我光屁拍这样。哇，你的风景没有拍完，在我的身上得到了充分的利益。哇，感谢主，我们在这个工地，哇，发现了100多个中国人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我们要把这些人全部都带信主，进神的国，啊，将来要做祭司做王，感谢主，荣耀归给主，哈利路亚，阿门。老乡啊，耶稣啊，你的老乡。哇，感谢主，哇，来到新加坡传福音已经，哇，已经3年了，感谢主，一直都有神的带领，哇，我们在这个工地上可抓实在带了很多的中国人来信主，啊，自从。啊，我们带他们去教会之后，他们得到了喂养，很多人都信主，把荣耀都归给主。哇，在生命册上有都写下了他们的名字。啊，感谢主，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人。感谢主，我们相信这福音要救中国人，要救世界的人。我们要把福音传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。哈利路亚，荣耀归给主。啊，通过3年的传福音，我们得着了很多的中国人，得着了很多的人来信主。但是我们庄稼多，收割的人太少，啊！感谢主，希望更多的人来到我们传福音的队伍当中，有更多的人来服侍主，加入这个中国事工当中。欢迎大家一起跟我们服侍主，一起见证主的荣耀。哈利路亚，荣耀归给主。现在这里边的人都不愿意。谢谢老师。